从今天开始起，你们两个人可就是他们的爸爸了。哎，你要当爸爸呀？哎呀，他尿了！哎呀，快拿尿布！哎呀，快拿尿布！这很可笑吗？哎呦喂，才不要当麻烦小孩的妈妈呢！我现在知道了，养小宝宝不像养小麻雀那么简单了。响一响，滴答滴，招手。我要是能猜错一次多好啊！咱们都快成麻雀了，成天这样。开饭了，好好吃饭。好好吃，吃，认真吃。哎，为什么肉肉吃了这么一丁丁点啊？我看你这个丁丁点肉肉，哎呀，你看这个肉啊，没了。哎呀，你们两个好好吃饭，来，别闹了，吃饭不能闹。再者说了。这个蔬菜啊，对身体是有好处的。这可是妈妈今天给你们精心准备的营养套餐。精心准备，不快也就是备点菜。哎呀，快吃吧，有菜吃已经非常不错了。你知道吗？大人照顾小孩就像照顾小麻雀一样简单。我吃饱了。我也吃饱了。你们两个就吃这么一点。我们是小麻雀胃比较小。你们是在给我提出抗议是吗？我真的要跟你们两个好好谈一谈了。我跟你讲，我小的时候，妈妈的意思是想说啊，咱们今天啊要做一个模拟实验。实验？看见了？这是两个仿真宝宝。从今天开始起，你们两个人可就是他们的爸爸了。我看看，轻点。哟，还挺沉呢。他们会哭会闹会笑啊，还要在规定的时间里头给他喂饭呐，哄他睡觉啊，陪他洗澡。所以你们就要像真正的父母那样照顾他们啊，就从这个周末开始啊，照顾整个周末。这就是让他们体验一下当爸爸的乐趣啊。可是这不就是过家家吗？我这周末还有好多好玩的东西要做。好像还有谁说过照顾小孩就像养个小麻雀那么简单。这养麻雀可不简单啊。你别看麻雀啊。是的。哎，不公平，一般都是你们俩一起照顾我们的。那你们也可以找一个朋友跟你们一起照顾啊，就像我和爸爸这样。等等，好像可以找个朋友。那就交给我们吧。好。那就交给他们，我和妈妈要去森林公园度周末，等我们回来的时候一定要把他们交给我们哟。好，没问题。周末愉快。周末愉快。想该怎么说。洋洋，咱们一起过周末吧，太普通了。洋洋，
咱们一起写作业。太假了。哎呀，该怎么说呀？哎，洋洋，行啊，有点意思你。喂，哎，洋洋，洋洋，我刚好有事找你。怎么啦？你能做我孩子的妈妈吗？哎呀，呸，老是乱说话的。喂，洋洋，对不起。你再开玩笑我还挂，你到底要干嘛？其实这个周末呢，我要体验爸爸妈妈照顾小孩子的课程，咱们分别扮演爸爸和妈妈。可是我生病了，我正想让你帮我请假呢。人家妈妈生了病也是要照顾孩子的。那爸爸就不能分担一下吗？真是的。夫妻都是共同承担问题的呀。说我不是个好爸爸，他。哎，你要当爸爸呀？好可爱的小宝宝呀！我当你的妈妈好不好呀？啊，你当妈妈？哎呦，你是不是饿了呀，宝宝？走，咱们回家吃奶去。哎，嘿，我还没答应呢，奶在这儿呢。哎，等会儿我。小宝宝，停！十五分钟后要给宝宝换尿片，你必须要在十分钟之内晒干尿不湿。我可以。为什么要抗议？我抗议，因为尿不湿根本晒不干啊！哦，不是根本不用晒，抗议无效啊！那是因为尿不湿不够用了。可十分钟也不够用啊！你可以用吹风机吹呀。好吧，你真聪明。称职的妈妈都懂得生活窍门。行，你真称职。那当然。哎呦，乖乖乖。12:11是讲故事时间，我来讲，你扮演大灰狼狼。啊呜！小声点，别吓着宝宝。你声也不小。12:15要给宝宝洗澡澡。洗澡澡？对呀、啊。一定要放音乐，你必须要在5分钟之内准备好，因为我要先听听。那咱们什么时候吃饭呢？嗯，爸爸妈妈是没时间吃饭的。那我能哭吗？哎，没那个时间。嗯，12:30宝宝要做体操。这个时间你要把奶瓶洗好。奶瓶？还要准备好宝宝换洗的衣服。衣服，我觉得宝宝会喜欢粉粉的衣服。粉粉的？这一点不能抗议。真正的妈妈不像你这么不讲理。你以为照顾宝宝那么容易吗？马上开始换尿尿布。尿尿布？尿尿布。好，我懂。妈妈她没尿啊。还差一秒啊！哎呀，你就不能帮帮我？哎，我已经在帮你了，好不好？我没捣乱就是帮你最大的忙了。哎呀，你看这奶都已经凉了，快去温一下，快点。好了。哪有你这么当爸爸的呀？哎呀，他尿了！哎呀，快拿尿布！哎呀，快拿尿布！哎呀，烦死了！每天他就是醒了喝，喝了尿，尿了睡，睡了又醒，然后又喝，真烦。哇，你口才真好！尿布，给尿布，拿着，这样才对嘛！爸爸妈妈要一起照顾宝宝。哎，对了。我看他呀好像挺爱看球赛的，要不这样，
你去温奶，然后我来带孩子，我让他看球赛。哎，我就是让这样。别鼓捣了，刚才我已经试半天了，这个东西是关不掉的。难道就这样一直哭，一直哭，一直哭，一直哭吗？我的天哪！你想一想，3333年的经验来看，这是有可能的。滴答滴，快去看一看。滴答滴，快去看一看。嗯，你怎么总是滴答滴？哎呦喂，这样都能睡着。有时候，哎呦喂，真羡慕滴答滴的嗜睡症。哎，有时候缺点也是一种优势。滴答滴，开饭啦！我去洗手。哎，怎么还有小孩在哭啊？滴答滴，快出去看一看。先生，您是没当过爸爸呀？当爸爸可不容易了。滴答滴是没当过爸爸。滴滴什么？没有没有没有。这儿正好一个当爸爸的好机会，下午我有一场球赛要打，这个爸爸的位置就让给你了。再见。可凡，你要去哪儿啊？很显然，跑了。孩儿他爸，你别走！滴答滴，好像不是这个任务。哎呦喂，不哭了。哎呦喂的皱纹好了吗？这不行，还是要想一想，先想一想。小家伙不哭了，为什么滴答滴还不回来呢？这还用想吗？直接去看看不就可以了？哎，让想一想，想一想。哎，不不不不不不，让想一想，先想一想，以什么方式操控先生啊？还没想好呢。用电是需要交电费的。行行，快过来帮忙。什么情况？宝宝不哭了，是滴答滴用的声音。啊？宝宝一直在哭。啊，喂了宝宝好多次了，可还是哭。也许宝宝不饿。对呀、啊，可为什么还是哭呢？
以想一想3333年的经验来看，宝宝是尿了。有道理。猜对了。这很可笑吗？快快去南鸟不是。不可笑。你要笑她漂亮，你就要从小就培养审美观。用我苦哈哈存下的零用钱给宝宝买粉粉的衣服，这简直简直可真小气。你可真大方呀。停，还有两个大活人呢。小丽收电费的，邻居大叔。你们怎么在这儿？哎，等一等等一等，你们说用零用钱买粉色的小衣服是不是正确的？不玩了，我要回家。哎，彤彤，你等一下，帮我照顾一下。哎，彤彤，我认为你的想法很好。哎，彤彤，我会给你一个解释的。哎，彤彤，彤彤。这看起来还是挺好玩的。不好玩。怎么回事？这看起来更好玩了。新鲜的美梦好舒服。哎，小贝，想一想，跟滴答滴为什么不回去？嘘。哎呦喂，这是什么情况啊？想一想和滴答滴在照顾宝宝。啊，那谁是爸爸？谁是妈妈？这是爸爸。妈妈呢？这是妈妈。一个妈妈只能有一个爸爸。哎呦喂，是想一想宝宝的妈妈。哎呦喂，是滴答滴宝宝的妈妈。哎呦喂，不会找一个头上顶着尿布的爸爸在一起吧？哎呦喂，不会找一个胸前挂着两个奶瓶的爸爸在一起吧？哎呦喂，妈妈，哎呦喂，才不要当麻烦小孩的妈妈呢！哎呀，为什么宝宝总是哭呢？因为少一个妈妈。是吗？不是吗？有道理。可是哎呦喂又没学过怎么照顾宝宝。哎呦喂这么聪明，不学也会。有道理。全世界只有最聪明最美丽的精灵才配当妈妈。哎呦喂，就是世界上最聪明最美丽的精灵。哦耶。哎呦喂，是想一想宝宝的妈妈。哎呦喂，是滴答滴宝宝的妈妈。哎呦喂，是想一想宝宝的妈妈。哎呦喂，是滴答滴宝宝的妈妈。哎呦喂，是想一想宝宝的妈妈。哎，滴答滴现在有两个宝宝了。哎呦喂，不用想了，把宝宝还给想一想，就还给想。哎呦喂，滴答滴跟小音响闯祸了。滴答滴还有一个宝宝。滴答滴陪小音响宝宝。滴答滴要陪小音响宝宝。滴答滴要陪小音响宝宝。滴答滴要陪小音响宝宝。滴答滴滴答滴要陪小音响宝宝。小音响滴答滴住手。以小精灵3333年的经验来看，快跑是个不错的选择。没必要跑那么快吧。你看看
看你们过得不差呀。嗯，看来这个周末你们过得也不错哟。爸爸，我现在知道了，养小宝宝不像养小麻雀那么简单了。是吗？那当然了，那小麻雀是非常麻烦的，要分很多个步骤。爸爸，姑姑，其实我们呀，在承认错误之前呢，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你们。对啊，你们犯错误了。啊，犯了。我们犯的错误当然就是不该抱怨大人养小孩太麻烦嘛。不是吗？对。那快说说你们的问题。哎，这个问题就是这娃娃有没有难度设定啊？怎么这么闹啊？麻烦死了！这是最基本的程序，我们还没有启动生病程序呢。淘气程序、撒娇程序啊！淘气生病。妈妈，你快把他们拿走吧，我再也不想看见他们了。对，我也不想了。那我们先回家吧。站住！我们庆祝一下吧。庆祝啊，还要庆祝。你们两位终于体验到大人带孩子的不容易了，这个不值得庆祝吗？啊，值得。对呀，更何况你们把他们照顾得也不错嘛。对，这主要是我的基因好，我的基因给了他们。爸爸。这个还不算糟糕，这个好，没电了。滴答滴！哎，爸爸，哎，谁呀？滴答滴干什么？哎呀！姑父啊，党生，你。